是观光列车长的2014年7月3日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的石牌站。7:17首牌的是开往淡水的 C30-030029编组。开往淡水的 C30-030029编组的高年线刚刚的时间和在石牌站时间，拜拜。第二次哦，是淡水的 C30-030029编组的高年线观光时间在石牌站已经驶离了，谢谢观众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我赶快走，我来不及了。